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拜托拜托！好啦，看你这态度还蛮不错的。
快点吧，拜托，大爷受不了，大爷您坐，哎，您坐，大爷，哇，钱拿了就变大爷了哈，哇，现在不是病人，赶快把我当大爷吧。大爷，就看你的态度，没病我也得给你看出点病来。没病把我看成病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说没病也得给你好好检查检查。哇，真的是误入贼船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大夫都有规定的，我们先做一个基本检查。我们做一个心电图，验一个血，验一个尿，做一个 B 超，做一个 CT。这里痛要检查这么多啊？什么？哇！现在禽流感这么严重，如果你得了禽流感，传染给我们人类怎么办？禽流感，我这个痛也得到禽流感，然后你们人类让我变什么了？哇！你把我当什么？我变成这个了。啊、拿去好好检查检查，然后回来再找我啊。啊，好好 ，OK。好了。哇、啊！小丽呀、啊。李医生，你看这个患者怎么样？怎么安排呀？准备收住院？住院呢？这么严重呀？住哪一个科啊？内科。内科，内科满了。外科呢？看看，外科也满了。小儿科呢？小儿科也没有位置了。内科满了，外科也满了，小儿科也满了。哎，实在不行，送妇